来，欢迎那个爷爷奶奶，就是这个我之前跟粉丝讲过，这就是相当于我爸的，就是亲爷爷奶奶，亲爸爸亲妈，因为我爸爸小时候是孤儿，然后就感谢就是奶奶，就是把他就是学生当中的孩子这样子去照顾，然后让我爸爸才有现在的才活到今天啊，这是真的，这是真的真的。还有我的这个姑姑特别优秀，北大博士，特别厉害，非常厉害，一个设计院长，对，设计院长真的很厉害。我姑姑特别优秀，因为我学外语的话也是受到感染，她以前学日语的，然后我才去学语言当翻译，所以就是说这个就虽然没有血缘关系，但是比有血缘关系更亲，真的真的真的啊。然后这个对，这是她的孩子，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朋友啊，这几天天天出镜啊，好兄弟。现在我跟威哥真是我们那个两年认识两年半快三年了，但是我们第一次见面，我们在一起度过了愉快但是比较短暂，但因为他们孩子要快开学了，对啊，所以要上学，然后这个高速公路刚开放，他们今天要走了，我们还不舍得你们走。哎呦，我们也不想走啊。啊，然后米娅跟那个杜雨欣玩的也很好，是吧？米娅孩子所以就是说这个一家人一样，而且今天日子也挺好的，今天是娜娜生日啊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辛苦，感谢大家。两口子还是杀姑娘啊！娜娜特别喜欢耳环跟戒指啊。我看了，因为我有时候买东西也不知道，然后好啊，戴上看一下。我很棒啊，能戴上，能戴上，刚好。我们结婚吗？是这个都，可以在乌克兰再结一次婚，因为我们只在中国登记。看一下，谢谢大哥。你这终于好棒啊！感谢大哥，谢谢。还有就是给你发了一个大红包，你看一下。亲一个。然后因为我觉得这个。亲老婆。发了一个红包，你喜欢什么东西自己买，因为我男的我也不知道。我也发了了，看，对，爷爷奶奶也发了了，对，你看我给你发多少？还1000多块钱？啥1000多块钱？你看我的钱呀，你看一下。你看一下，你看。后面再加个零哈。哇塞！一万是我发的，剩下是那个爸爸妈妈发的啊，我发了10000块钱红包啊，让你买东西是吧？吃饭，谢谢，欢迎大家啊，这个。啊，感谢，谢谢爷爷奶奶啊，真的，从小照顾我爸，然后从小就是给我过生日，我一直都记得。啊，吃饭。我14年在乌克兰就开始学习中文啊，我以前学习的专业就是中文翻译，但是认识他以后，我把那个乌克兰的学历翻新了，然后来中国重新在大学。读大学。你看见没，威哥，你老婆为了你直接放弃学业来中国读书。我就是认识他之前，他不会说中文，他就是嫁给我以后才学中文。谢谢老婆。我看不好，因为如果我出名，我在乌克兰学中文。那我们也认识不了了，知道吗？我是在你就找别的，你找别的中国男的，跟轮不到我了。哇，中国男真特别特别好，跟中国男人在一起好幸福啊！我的屁在哪里？这是我的酒啊！这马屁拍的响。大家有没有准备酒杯啊？有没有准备酒杯？今天是最重要的生日，是娜娜的节日，而且也是重建日期，所以我们之间干一杯是为了。新年快乐，也是为了娜娜的节日快乐。谢谢。你这说的比中文还会说。谢。新年快乐。杨洋浩，我给我干杯。新年快乐啊！生日快乐！谢谢。生日快乐，老婆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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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。来，
生日快乐，老婆。今天特别开心，感谢老公。你如果我没有你，都没有。没有我，对不对？但是我没有，没有你的话，我们有朋友，我们有杜丽娜，没有刘谦，没有我，我特别感谢。但是我特别感谢你，就是，对杜丽娜，杜对雨欣特别好，把她现在不要说，真的真的，我一直懂的，但是我知道，就是说，因为她不是你女儿，但是你把她看成亲生女儿，我特别感谢。不要着急，我爱你，我也爱她 ，OK。谢谢了，咱俩碰一个，单独碰一个。要这个。你爱你有多深？爱你有几深？我和哎，中国歌唱的好。你们一起唱，这就是爱的力量。不是他在唱钱，你知道吗？你的房子大，你的车子也大，所以我爱你，知道吧？有问头啊！我刚才问妈妈，他对叔叔感觉这个人品怎么样？他非常喜欢叔叔的性格，所以我看妈妈对叔叔很的，怎么说的？眼睛都瞪得大大的看啊！也是，就是感觉叔叔这种的有这样的叔叔宝宝非常好。然后我问妈妈。要不要跟他照像叔叔这样的了？我说可以，可以啊。对，你问你爸爸，他能不能帮妈妈介绍啊？爸爸，爸。爸，人家那个就是丈，就是我朋友的丈母娘嘛，就威哥丈母娘说可喜欢你这种性格的男的，然后有你有没有朋友给介绍一个？你有没有朋友给他介绍一个？性格给什么样介绍了？像你这类的性格的男朋友，啊、很少很少很少，我也是很特别一个，那是偶然。啊，像叔叔这种极品男的不多。我们这地方叫我星球。我的亲人，我特别喜欢，这些都喜欢，但是你不要用 ，OK？ 我可以。我不，我才不用呢，我可以偷偷用不可以？呀，你不要。没事没事，我帮你用，一起用，到时候再给你买。亲人，你看一下，这是抹茶膏，玫瑰，里面有玫瑰耶。哇，看着好，套筒里面还是套筒。你不赶紧谢谢人家？你谢了吗？我说你不好意思啊。啊？没事，没事。哎呀，妈妈多少？妈妈，我不会，我不抱你。不好意思。我们拍摄。谢谢你，我很开心，咱们在洛阳。对。哎呀，明天上我们上这个，来抱到一起吧。下次我们老婆，我们去云南。对对，欢迎你们来云南。啊，欢迎娜娜一家人来云南旅游啊。我在光明。吹蜡烛。哇！哦，开灯。老婆生日快乐！然后我那个。爷爷奶奶因为要回北京，所以就是说他们提前走了，因为高速公路人特别多啊、所以我们留着陪娜娜把这蛋糕吃了，主要是小朋友想吃，是不是？还有个椅子，杜兄，当官有椅子吃。和你生日快乐啊！啊，我的生日还有几天？快乐，一起过了啊！嗯，谢谢威哥，谢谢威哥，谢谢你们，蛋糕，大家，宝宝开心啊！爷爷奶奶，感谢老公，感谢杜兴，感谢。阿廖娜，威哥，不是我是朋友，咱们是朋友，谢谢。还有感谢屏幕前的家人们啊，然后的话，没到的，替我跟娜娜啊，一人说一句生日快乐，家人们评论区打出生日快乐，或者是永远十八岁，永远漂亮，永远小仙女，啊，家人们也支持一下。这个蛋糕好漂亮，你们没快进蛋糕。拍了拍了，哎呀，蛋糕没我老婆好看啊！是的，是的，说的太对了啊！我拍我老婆脸，我说你好看，你比蛋糕好看，看见没？脸又阴下来。我没听，我看蛋糕。对，丽娜。
过来，你跟妈妈，妈妈过生日。啊，妈妈过生日，你看妈妈把你生下来很不容易，将来等到你长大了，你要给妈妈买蛋糕吃，你要对妈妈好，对丽娜。长大了也要孝顺妈妈。对对对对，嗯，是吧，对丽娜啊。虽然你长了爸爸的脸，但是，对吧？没有你妈妈你也生不下来，所以说你要对妈妈好啊，第一对妈妈好啊，嗯，再来对爷爷奶奶姐姐好，嗯。还是像那个啥，小、就是爸爸这个没关系，嗯，开心开心。然后那个，这个威哥跟阿廖娜也走了，哎呀，真的是不开心啊，老师走了，很短暂，很短暂，很短暂，但是面都很开心，但是吓死啊，吓死威哥，吓死。我们是有的还是有机会嘛，对对对，欢迎我们常联系，对，常联系，有机会啊，你们来云南旅游，嗯啊很开心啊，你们来啊。嗯，十分开心，十分开心。谢谢你们。好，客气不客气。生日快乐，娜娜老婆，生日快乐。谢谢。生日快乐。最近应该给娜娜跳个舞，等会儿吃吧，好吧？那在家里去吧。跳了，记得点赞关注哦。